欢迎收看股期来点名。那今天整个大盘呢开高又再度拉回哈，那上礼拜跟大家谈黄金分割率的位置一样，那大盘今天开高了100多点又拉回平盘了，这讲一两个礼拜了，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师都在讲什么，讲先进光，讲智源，但是我一直跟大家提到呢，你要超前部署，超前部署你才能坐轿，让别人来抬轿嘛。那现在来讲，今天要跟大家谈另外一个产业的起涨哈，我们等一下慢慢跟大家谈。那今天呢，大盘压回在这个地方，我之前跟大家谈黄金分割率的位置哈，在哪里？16558嘛，大概在1600附近。今天开高拉回，还是一样在这里嘛。那我预估呢，在七月应该都是一个盘局，七月应该都是一个盘局，但是重点是个股表现不一样啊，就好像在之前大盘在这个地方大盘去2100点，一堆老师在追涨，那时候我跟大家怎么谈，我说你要去找什么，找之前2100点这个所在没去的股票去布局嘛，因为法人一直在做轮涨啊。那结果很多股票呢我卖了你进场，结果呢像一辉网今天往下跌啊，包括上礼拜跟大家谈到货柜三雄连三红你要卖，最近是不是都往下跌，该卖的时候呢你不能去追齁。那现阶段呢我的讲法是一样的，这里压回那你要去找什么，找这一段没有涨的嘛。我常讲操作策略很重要啊，还有你要抓住涨跌的节奏，那这跟基本面有关系嘛。那最近又是不是又公布了六月份的月报，那一到六月出来了，是半年报出来了，那根据基本面法人在操作什么，这个节奏操作策略你一定要抓稳嘛，然后呢你要调整你的持股，你才能战胜大盘。那目前来讲呢，这一波往上2000多点主流在哪里，在 AI 嘛，那 AI 结束了没有？ AI 没有结束啊，它只是涨太多了，涨多了整理好这一段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像四星它企业一直在整理啊，你去太多嘛，像创意是不是一直在整理， M31 一路在整理嘛，那我说 AI 也在轮涨啊，当涨到这里的时候，最近涨最凶的 AI 是什么？是智源嘛。那现在是不是一大堆老师都在讲智源？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超前部署啊，超前部署就是坐轿嘛，轻轻松松。那现阶段来讲呢，今天我标题跟大家写的七月是整理，小兵立大功。那标题我写什么，我们好好来谈好。今天报纸呢头条证交所上市呢增加四个类别，七月开始启动，哪四个类别？第一个绿能环保，第二个数位云端运动休闲，
居家生活，那这个四个类别呢，可以发挥什么产业群聚效应，还有筹资中效，将成为电子产业之外呢，推动台湾新经济的一个成长火车头。多了这四个类别，一定有它的需要嘛。那跟电子相关最重要的是数位云端，那数位云端呢，在七月份开始起涨往上走了。那另外呢，七月亚洲生技展七月开始，宝瑞，这个你要注意啊，就跟之前我大家跟大家谈什么，你要注意 AI 是一样的。那 AI 目前整理对不对？你的经历嘛，包括智源。它有没有做头？没有嘛，所以这里是多头，但是七月份呢，小兵立大功，那操作上你要去注意哈，法人的操作策略，还有基本面一到六月半年报，那第三季什么可以注意？我们第一段先跟大家谈数位云端哈，那数位云端是比较新的一个产业。那它跟什么有关系？它跟生成式 AI 有关系。那生成式 AI 拉动什么？拉动数位云端的产业嘛。比如说宏基资讯，它针对大型企业导入呢 ChatGPT 企业版的服务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遭受网络攻击，这些都是数位云端产业哈。像安基资讯，它第一个时间呢可以提供治安方面的建设跟紧急应变处理。那随着云端时代来临呢，这些应用呢慢慢的云端安全数位转型需求会增加，所以为什么交易所呢会增加数位云端这个产业哈？那第一个我们谈到呢，安基资讯跟宏基资讯，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呢，这七月启动好，它是主体往上走，可是大盘呢，它是盘头向下。所以我们要找啥？找这2100点主底的股票，再看一遍哈。这里涨2100点，对不对？它在主底嘛。那七月是起涨，那七月大盘是往下掉。那这种股票能不能买？能不能赚钱？数位云端嘛，最新的产业资讯。那这两档呢，它都是宏基的关系企业哈。那我们看一看宏基一路涨这么多，法人一路买。那这个地方不是下跌，这是除息一块半。除息以后呢，在这里做整理。跟四星创意 M31 一样嘛，大涨一段以后一样经历嘛，一底价经历了不？但是他的子公司呢，他是开始起涨，那大盘这里是拉回，所以我说这些公司呢，将来都会像现在的什么样，先进光智源，每个人都来讲这两档，但是你要超前部署，你给他解救嘛，这些都有会员的持股啊。那我说这个地方七月大盘整理哈，你如果空手的满天金条，至少你要抓一条嘛。那我说机会不会等人啊，那你像大盘这里压回。
这些我看到了，外资也看到了嘛，不是买宏基，而是买什么？小兵立大功，中小型的成长股，七月整理盘，你要超前部署，就跟我们超前部署什么？先进光，超前部署宝瑞，超前部署神盾，超前部署智源一样，现在每个人都在讲超前部署才是最大赢家嘛。那七月份呢，数位云端这个产业又开始起涨了，我说你要跟上脚步啊，你要跟上脚步，对不对？满天金条，至少你要抓一条嘛，在多头市场机会你要自己把握，超前部署。我们休息一下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2752-5868。诚通投顾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诚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诚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欢迎回到现场。那这是前几天的标题，我们一直谈什么智源、先进光、宝瑞，讲了大概有一个月了。那这些股票呢，最近有没有跌？都在整理吧，整理完了还没有结束。那之前我跟大家谈到呢， AI 股都在轮涨，对不对？四星上去了， M31 上去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智源嘛，那你超前部署以后，外资调高智源的平等240也来啦，所以在这里做整理嘛，那你超前部署你是赚一段，但是你看到利多你去买，它是不是在整理？你不一定能赚到钱啦。那今天来讲呢，宝瑞这个整理盘嘛，这个叫整理盘，对不对？智源又往上走了，智源是 AI 里面呢算是最低价的，253，之前这里调高智源的平等目标价240，那今天是不是来了？上礼拜就在240了嘛，在这里做整理啊。那先进光呢，今天又创新高了，但是尾盘稍微拉回做修正嘛。所以我说呢，你看到利多去追，你不一定能赚到钱，但是你逢低买你就是赚一段嘛。那现在几乎每个老师都在讲先进光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几档股票哈。这一张股票呢，我们标题大概写了半个月到一个月，这七月初，对不对？智源、先进光、宝瑞，
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档股票。宝瑞最近这几天呢，在这里做洗盘，但是你看到法人没在这，那这个支撑会不会跌破？应该不会嘛。他今天尾盘呢，也稍微往上拉，留下影线，对不对？那我还是一样，这档股票呢，你要对照一下大盘。大盘这里涨了2100点，一波 key 嘛。那现在上去了，我说法人一直在调整他的持股内容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不要看到外资卖很多，事实上他也买很多嘛，他卖的大部分都是大涨的股票，实现获利啊。我也是一样啊。那他买的呢，都是逢低买进。那你看法人在这里，尤其是前几天上礼拜没加贼，所以这个颈线会不会跌破？不会嘛。那今天尾盘又稍微往上拉，这个经历嘛。那整理以后呢，七月底啊，亚洲生技展出来啦。那亚洲生技展出来的话呢，生技股王会不会破底？大盘拉回会不会破底？那如果会破底，那法人是不是套牢了？那我一直强调你要超前部署。那我们再看一看智源，现在也是一样啊，每个人都在讲智源。我说 AI 在轮涨，对不对？当四星上去了 ，M31 上去了，创意上去了，它在筑底嘛。五月大盘基前规定，它在筑底嘛。那接下来呢，法人连续买一个月啊，那目标价200是到啦，那你超前部署是赚这一段，那他最近底下的经历嘛，那买这么多会不会破底？没破底啦。但是你有没有赚钱？如果你最近进去的，你可能小赚嘛，那你逢低买是大赚，对不对？买这么多不会破底嘛。那我说你空手的，你要调整你的持股内容，那类似像宝瑞、像智源，这有拉回你买，但是不要追，因为它每一天都在震荡嘛。那四星在这里，它在整理啦，这种股票暂时不要买，一档一档做。那另外包括先进光，对不对？最近很多老师也在讲先进光啊。那在这里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进场布局？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一档是什么？整理末端了、啊。先进光，对不对？这一档刚起涨，我说我已经做轿了，也是先进光嘛，就在这里。那往上涨是法人抬轿，那最轻松的方式就怎样？法人抬轿，你做轿嘛，那我赚这一段嘛。那现在很多老师去买先进光，很好啊，抬轿嘛，那你做轿啊，一档一档做。那我说先进光、宝瑞、智源都是会员持股嘛，那操作上呢都是逢低买做轿，法人买抬轿，对不对？再看一遍。那这些股票呢，你就可以怎样，很轻轻松松的赚钱嘛。那一档一档做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说大盘在这里拉回，你要找上个月没有涨的股票，就给给去走嘛。那接下来像今天来讲呢，像这个产业也上来了嘛，也是这几天上礼拜才启动啊，所以我说这个地方重点在选股，机会一直都在，但是赚钱的机会呢，你不能慢半拍。休息一下。
姐推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陈通总部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总部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说在七月份，它应该都是一个整理盘，震荡整理盘，但是这个地方小兵会立大功，你要超前部署。这个地方往回到之前，就好像五月的时候，我讲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嘛，小兵立大功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多头市场，外资一到五月总共买超了4000亿，它拉回这个地方，拉回都是0.382，那位置在这个地方。上礼拜我们的节目讲得很清楚哈，那这个地方如果五月份你一样在这里超前部署的话，这2000点是很轻轻松松，你就可以坐轿。所以我上面写的五月操作绩效能不能印证，会员可以去核对啊，能不能印证？那这样子操作绩效有没有第一名？那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你要进场，你要出手嘛，就跟这里你要出手是一样的嘛。包括最近每个老师都在讲宝瑞、智源、先进光，那这三档股票已经涨一段了，你今晚买你敢跟丢嘛？那接下来现在有什么股票你要做功课啊？那最近开始呢，六月月报表全部出来了嘛，那等于是上半年半年报出来啦，那你要怎么样去布局？那我说这个地方你要找什么？找家伯去加不起，这里在筑底的股票，数位云端嘛，它是不是在筑底？像这种股票逢低买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成长的绩优股。那这些股价呢，我说中低价跟中高价没有什么太大差别，价位越高的越要锁筹码，锁住的话呢就很容易涨嘛，那一档一档去做。那上礼拜跟大家谈到什么长荣、连三红，你要卖易辉网，你要卖，结果呢老是乱买，是不是全部套啊？你没买是不是摘下来啊？我有说爱买无，我带进带出嘛，一档一档做啊。那现阶段呢，除了四位资讯以外，还有一些生技股你要去注意啊。那多头市场我说满天金条，至少你要抓一条嘛，机会来了你就要出手，机会来了你就要出手。祝大家都能赚大钱，
超前部署，你才有办法做教。谢谢大家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喝酒开车啊、哦！我喝的是绿茶、欸，我看起来很笨吗？明明就是啤酒，还有啤酒味，所以，啊，是啤酒还是绿茶？请你来鉴定碧儿绿茶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 2752-58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随时注意气象报告，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避免出门，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、饮用水、简易的急救药品，盆栽、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，一旦发生灾情，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，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我确实需要休息一下。怕我？吃一口超凉货，振作一下精神。这让你挂救心灵最有功的，叫我的战术将军快暂停。人不是铁打的，只要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以上，驾驶技能开始下降，就要乖乖到服务区休息小睡一下。睡不上道，小睡15到30分钟再上路。车怎么开的？